睡不着的时候，想想城市里的影子们都在跳着舞。当你熄了灯，他们便开心地唱着。总是忘了妈妈浇水，冬天来临时，静静地看着它的叶子一片片地凋落。我的窗外可以看见一片天空，常常就这样坐在桌前望着天空，看着几天后就谢了，然后又开了一朵，不久也谢了，然后再开一朵。铁窗把我能看见的天空隔了一道又一道，我坐在窗前望着。十几二十年的演艺人生当中累积的一些作品嘛，然后会想要把它集结成书，其实背后有一个蛮大的原因，是因为年轻的时候读过郑文才的《奇怪的温度》，然后那时候自己觉得得到了一些温暖的陪伴，然后在三十几岁的现在，我觉得说就会除了演出之外，会想到多一点，自己是不是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什么？所以后来就有这本书的出版。那我们演出的内容也都是从这个书里面的文章选出来的。